现场来一段。好，让你们体会一下。一号，慢慢来，慢慢来。别人报答，别人重要，反正没有关系，只要上来比赛，没有拿到咖啡机，至少也有个纪念品。要上去斜坡，斜坡，要上斜坡。这个先生已经不行了，快下来了，波波快掉下来了。对，太太是求要扶老伴，要把老伴扶好，好不好？好，快了快了，后面剩20秒。一二。从这个比赛呢，真的可以这个看出大家协调性如何。同时，如果说平常啊，在家如果吵架的、打架的啦、感情不好的啦，就来赶快报名，好不好？保证你一比赛完比赛回去，马上甜蜜如世交，好不好？好。欢迎李彩兰老师。李彩兰老师呢，他在台湾艺术界赞誉的美名是蜻蜓吐哺国宝、舞蹈大师、新传大师。Thank you.
为高雄投注了4年的建设，谢长廷谢市长，还有李彩恩老师，在座的所有乡亲市民，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我们国国艺术节进入第二个周末，然后每到周末就人就安尼闹热滚滚吼，袂输咱提早过年啦。啊，今仔日是提早过圣诞，啊，等于看起来袂输安尼吼，提早过年安尼，啊，有一个遐尼好诶所在，啊，咱个当作是一个国际的当代艺术的最盛大的展演，在台湾，还找不到像这么盛大的一个国际的艺术的展演。那我们能够那么有创意的在高雄举办这个货柜艺术节，我们希望它永续经营之后呢，也当代表台湾去行销咱这个国家啊，所以继续会去拍名啊，过去市场的支持啊，文建会的支持，予咱会当一年一年啊，愈办愈得到大家的肯定哈，所以今仔日主委来啊，市长来，咱特别请李彩恩老师出动吼来。做一个现代欢迎安尼，啊，我卖占用大家上侪时间，就是真感谢啊，咱真打拼，啊嘛真认真吼，希望将来真正台湾即卖足侪文化节庆，啊，即、這个文化节庆嘅独特性吼足强吼，啊，伫当代艺术嘅创作嘅标杆吼，可以塑造出艺术创作的一个路线跟它的地位。那我们希望朝向这里去把它努力真正的国际化。啊，今年也是在准备的阶段啊，市长非常叮咛大家哈，把这个活动办回好啊，很生猛的艺术，可是却可以跟大众在一个户外的大型的当代艺术馆这样子来亲近市民啊，是我们最大的目的。今天非常的感恩阿妈，非常的欢迎诸位甲市长光临咱这个现场，我简单表示欢迎的意思啊，多谢大家，谢谢。各位高雄朋友，大家好。好。阿大姐伫遐吼，日头慢慢温顺啊，伫身躯顶，啊，搁听到音乐，搁看到老师伫跳。高雄很幸福哎，你们说是不是？以前人家说高雄是文化的沙漠，现在不是沙漠，现在是已经沙漠中的绿洲已经慢慢的在拓展它的范围了哈。我想在我刚上任也是3年半以前啊，第一次来到高雄，谢市长就非常有心，我们就在谈高雄市的文化发展。那个时候我们两个谈了说是不是把爱河变成艺术流域哈，那每一次来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到现在，每一次来我都看高雄都在进步当中，每一次来都有新的建设。我所说的建设是文化建设，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文化建设如果不是有心人是做不出来的啊。喂，想逃，我就为这个博尔艺术特区开始走，到这个电影图书馆。电影图书馆即马会当讲是大家真爱去的所在，侪侪为台北来，啊，搁是真侪是外国的来，遮个人客，等下台北拢甲我讲哦，高雄迄个电影图书馆足好足好。所以呢，为今两行开始，啊，搁最近的这个音乐资讯馆嘛开啊，啊，搁看咱即马第2届的货柜艺术节也已经举行了，去年还有一个这个国际钢雕节，所以高雄人有福气啊，因为哈，这会当讲是谢市长来以后一步一脚累积而成的。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讲，其实我们文建会呢，2004年的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应该要有海洋的都市开始，一个国际的都市开始。我们在这个5年5000亿10大计划里面也有高雄要变成洲际的深水港嘛。我想，高雄这块块地其实带动了这个海洋的文化。都加我嘛，甲谢市长建议讲，伊应该去捧一只船来哈。啊，迄只船是在创啥？变成行动的海洋文化的博物馆。
它应该沿海到处来塞来塞去，而且都爱河流域的行驶哈。我想这样子会为高雄带来更多浪漫的这个气氛。那个时候我们李老师就要在船上跳舞了，跟蓝天跟这个深海结合在一起哈。我想这种用蓝色的云天跟海结合这个蓝色的这个布景啊，一定会让我们艺术家有很多的发想。文化创意产业其实呢，就是要让我们全民进入一个有品质的生活，让我们精致的艺术文化能够从生活面切入，所以从衣食住行来推动。啊，咱会当看到种古早这个所在啊，可以讲说是荒芜的地区。但是起码呢，因为有艺术文化的投入，还有许多人的参与啊，慢慢就也在变作一个沿海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地带。不仅有艺术流域，而且有这个沿海艺术海岸啊。我想这样一个蓝色的海岸，艺术的海岸，艺术的海岸应该是五彩缤纷的，像这个七彩虹一样的，这样子，高雄就是一个有丰富色彩的这个国际港都。接下来呢，我们大家一起陪着市长、主委以及局长呢，一起来参观2003高雄国际货柜艺术节。好，我们现场的朋友，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高雄市的院长谢长廷谢市长，还有我们文政会主委陈玉秀陈主委，另外还有我们的文化局局长。对。好，这时候呢，我们要来精彩的这个大赛啊，这个赛呢就跟大家不一样了。我们要请三位长官慢慢请上台来。显然，显见我们是我们主委赢了。好，掌声鼓励。好，那主委我们送咖啡机一组。那局长跟局长呢，跟我们的市长呢，我们送纪念品，好不好？好，局长啊，很少人会知道说这个飞高机到底在开这个飞高机有什么样的感觉。那我们现场还有一名小朋友乘坐最高机哦，我们在最右手左手边这边有小朋友乘坐最高机，那对不对？吴文什么？吴先生，吴文，他要参加比赛是最高机。有纪念品送给您，同时呢，这每一组获胜的，我们除了送给你咖啡机之外，我们还有 PK 赛的送给你烤箱一支。另外呢，我们只有六个，好像多片。不是，它就是用那个类似，然后做起来。晚上它是黑光灯。因为它是黑光灯，所以整个是黑光灯。晚上它要整个。好。